带上你的爱呀去新疆，新疆的核桃已经熟了啊，今天我们带大家看一下新疆的这个核桃它是如何的脱壳然后清洗和晾晒的。把这种品相不好的挑出来，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儿了，可能很多朋友又想说我们是不是准备卖核桃了，暂时没有这个想法啊，我们暂时不上架，就是想告诉大家新鲜核桃出来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